講到每位成員在這個世界舞台上面全面發揮拼搏精神和專業態度，向全世界展示香港人拼搏進取愈強越強的香港精神。你們每位都是市民心中的英雄。香港市民團結一致，支持出戰奧運的每一位運動員，憑著你們的堅毅不屈精神，在今屆巴黎奧運盡顯實力，成績令人振奮，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各位港隊運動員作出年復年的努力，克服傷患痛楚等多方面的挑戰和困難，展現出無比韌力和決心，我們都感受得到。你們的驕人成績除了證明香港運動員擁有國際實力和頑強的鬥志之外，亦都證明香港運動員都有在國際體壇爭一席位的能力。政府會繼續不遺餘力培訓本地體育人才，推動香港體育發展，包括完善規劃發展和優化體育設施，其中香港體育學院的新大樓即將落成，啟德體育園亦都預計在明年啟用，將進一步提升體育發展，並且可以帶動周邊產業。政府一直與體院和體育總會等保持溝通，不斷強化運動員資助機制和資助金額等培訓系統。香港體育學院正就運動員直接資助機制進行檢討，預計在明年初之前就會完成。